场，我要来泼一泼第一呢。准备 ，roll action。建筑物占据空间，亦都见证时间。建筑物的出现是因为使用者需要筹划未来，有部分已经功成身退，有部分就重新上路，展开新的历史任务。再接再厉，开拍新一辑的香港历史系列，发掘更多和香港历史有关的重要题材、事件和人物，和观众一起游走于这些宝贵的地标建筑，穿梭于金色之间，共同参与一个名为香港记忆的计划。Hong Kong is a dynamic society, and I think it changes faster vis-à-vis its buildings than many other communities.And any community, your history is important to you. So particularly with modern technology, we can digitize that. We can show young people what Hong Kong was like, how it evolved. I think that's a most worthwhile project. And that's the sort of community project that Jockey Club likes to be involved with. 响应联合国一个叫做世界记忆嘅计划，咁系提倡咧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咧，都将尽量咧将佢哋有的一些很宝贵的历史资料呢，是经过数码化去保存，而用互联网呢是去播放出去，让大家都可以分享。现在我们就通过不同的途径呢，就先去收集了资料回来先。那我们这资料呢，就包括了很多旧的相，又会有一些电影，又会有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和播音节目。为了提高节目的观赏价值，今次制作队伍远赴上海，物色具有历史意境的场地进行拍摄。其实香港开埠百几年，有很多历史事件是很值得去讲的。在选择题材方面，两出节目是没什么大的分别的，主要是透过一些历史事件去呈现当时的环境和面貌，还有也是透过那件事件是看出历史的意思是怎样的。第二辑我们主要是讲区域性的东西，譬如好像是政府山的布局、九龙寨城的转变、调景岭的成因这样。开头我以为咁多年啦，应该好多原有建筑物都应该荡然无存啦。咁但又唔系喎，咁原来咧佢都仲保存咗若干个殖民地时期已经出现咗嘅建筑物，包括咗而家叫做礼宾府嘅港督府啦，仲有一个咧就系而家已经变成咗叫做茶具文物馆嘅旗杆屋啦。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圣约翰座堂啦。咁淨係呢三個建築物咧，你已經睇到大英帝國嚟到香港拓展佢個殖民地嘅時候咧，軍政教三方面最主要嘅建築物，而家都仲係可以保存得好完整喺度。香港歷史系列嘅第二集係以香港開埠為題。1841年1月26日，英國人喺香港島嘅水坑口界升起英國國旗，香港成為大英帝國嘅殖民地。中国敌不过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在英国人强占香港的第二年，两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个当年位于水坑口的喷泉是维多利亚城少数能够保存下来的遗迹，英国人在香港岛的开发为沿海的华人提供大量的谋生机会，皇后大道亦都成为香港最热闹的地带，连绵三里的维多利亚城今日已经面目全非。其中一个来自英国的学者咧，佢俾咗一个角度我哋去睇香港历史，就系从地理方面去睇。原来咧，我哋香港嘅近代历史嘅命运咧，可以由一条瀑布度开始讲。咁而家呢条瀑布咧，就喺薄扶林瀑布湾公园里边，咁佢仲保持得相当之完整嘅。这条临海的瀑布为由欧洲远道而来的商船提供清洁的水源，亦都燃起了英国人夺取香港那个风平浪静的海港的决心。这个地方曾经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本来是以军事用途为主的寨城，后来竟然变成三不管的围城。咁呢一集咧就会睇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咧？呢个地方嘅开始就系因为殖民地嘅开始，而呢个地方嘅结束亦都系因为殖民地结束啦。呢个地方一定唔可以存在啦，咁就结束。九龙寨城咧，剩翻嘅遗迹可以喺呢个南门嘅地基啦，同埋寨城嘅牌匾啦，仲会喺度嘅。寨城出边就有一个九龙嘅富城九龙街，再对出就有一条龙津桥。咁龙津桥嘅遗址亦都因为启德个发展啦，亦都发掘咗出嚟。清廷曾经委派一个武将张玉堂驻守九龙寨城13年，大将军无仗可打，以布包拳头写下拳书，喺香港留低唔少嘅墨宝。这一集的寨城内外将会还原九龙寨城的本来面目。这个是中国近代文坛的才女萧红，这个是《烽火中的文人》饰演萧红的演员，结合摄影、灯光、服装、发饰的配合，就可以重现萧红在日战时期流落香港的遭遇。香港沦陷时期咧，就有一堆文人落咗嚟香港嘅，包括两个才女啦，张爱玲同埋阿萧红啦，仲有就系阿戴望舒啦。咁佢哋嚟到香港之后咧，写咗唔同嘅嘢啦，亦都有一啲事迹喺度发生啦。咁譬如阿戴望舒啦，佢就喺个域多利监狱嗰度，其实俾人困咗7个星期啊，亦都受过好多凌辱啊、虐待啊等等嘅嘢。最后咧，佢都写咗首诗嘅，叫做《狱中啼壁》，讲翻佢嗰阵时嘅心情嘅。域多利监狱连同前中央警署建筑群同埋前中央裁判司署，系香港开埠以嚟发展得最早最大嘅法定古迹建筑群。保育嘅方向已经敲定。The Jockey Club is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but there are many buildings that get torn down in Hong Kong, so the fact that we can retain them, the fact that you, with the us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can show people what historic buildings were like, I think that's just great. So I think from the viewpoint of public education,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young people, not just young people,all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cluding people who have come from overseas, like myself.
八年築城其實是香港的一個建築業的歷史，咁我哋會希望透過從彩石業到一啲華人掌握咗一啲技術之後，佢哋點樣喺建築界又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因為佢哋都參與當時社會嘅運動，或者甚至乎一啲大嘅事件啦，譬如話辛亥革命，又譬如話工潮，咁另外就係一個教育嘅貢獻，咁希望透過睇佢哋嘅歷史，亦都睇到香港嘅發展嘅一段歷史咯。彩石業已經式微咗好耐，咁我哋要重構翻佢哋嘅影像咧，咁要靠好多人、好多老行專嘅記憶去再重造翻。咁另外林户同埋譚少康呢個喺建築界曾經即係有影響力，咁但係要揾翻佢哋嘅歷史，我哋都要揾翻佢哋嘅後人，透過佢哋嘅憶述先至可以重構翻佢哋嘅歷史。是香港第一个获封为爵士的华人，胡礼桓是香港的富有商人，他们同样关心中国多年积弱的形势。香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批提倡中国要改革的思想家，黄涛是其中一位。他透过循环日报他是发表了很多的政论，去提出咗咧，中國應該點樣改革咯？黃濤係清朝嘅秀才，鼓吹中國變法同埋效法西方振興工業。導演為咗深入了解黃濤嘅主張，去到保存咗大量黃濤著作嘅上海圖書館，拜讀佢嘅文章。導演仲去到黃濤嘅故鄉，去多啲了解呢个企图用文字去扭转中国命运嘅不世英才。黄涛有好大段时间留咗喺香港，协助汉学家利雅各翻译中国经典，对中西文化嘅交流作出好大嘅贡献。1922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仲演变成流血事件，历时两个月，香港市面陷入大萧条。其实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咧，佢最大的意义咧，并唔系在于海员佢自己嘅争取嘅自己嘅胜利，而系佢令到之后整个中国嘅劳工运动咧，系进入咗新嘅纪元。导演交代海员大罢工的来龙去脉，会由海员成立联合总会开始，并以香港殖民地政府被迫就范作结。中国的工人不是只是香港的工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可以争取些什么。我们都相信如果没有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应该不会有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开门，警察开门。香港，其中有部分去到偏远荒芜的调景岭栖身，慢慢呢度就成为他们的家园。我觉得这个调景岭的地方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他们聚了在调景岭的地方，当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即是跟外面市区其实是没有联系，他们自己要团结。加上當時中華救助總會反為俾呢個地方嘅支援係好多，咁所以喺當地嘅居民咧認同中華民國嘅政府多過香港政府係佢哋嘅政府咯。
总部设在台湾的中华救助总会保留了很多昔日有关调景令的记录，导演还专程去访问了他们的负责人。这么艰苦，我一定要奋斗，我一定要自己。边有好多学校，好多贫苦嘅学生都可以嚟到读书。咁我就揾到当年第一间学校嘅校长张世杰，都好清楚咁记得喺一个好困苦嘅环境之下建立一间学校啦。今年都90岁噶啦，差唔多。俾咗好多好重要嘅资料同埋佢自己嘅回忆俾我哋咯。他哋真係細細個喺調景嶺長大，到今時今日佢哋都係真心好開心去慶祝嘅。紀錄片嗰部分，我見到班老人家一齊去慶祝，係都會感動嘅。呢一集早期的洋人生活。会睇下19世纪香港开埠之后，嗰啲嚟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等等唔同国家嘅外国人，点解会嚟到香港呢个冒险乐园寻找机会？佢哋虽然人在东方，但系大部分都会选择保留西方嘅生活方式同埋习惯，而会所文化嘅兴起，更加令到洋人同埋华人之间划出咗一条分界线。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香港的社会环境得到改善，吸引了更多洋人将财富、知识以至生活情趣带来香港。导演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书，现在已经是校长的白德修士曾经教过他。This is me. Really? Yeah, this is me. This is hello. Wow. 你很专注的。你看扫地了。扫地啊。香港开埠之后，来自西方的神职人员为了推动香港的年轻人教育和社会福利工作不辞劳苦，由于操劳过度，很多都英年早逝。这一集传教与办学会向这一班神职人员致敬。悠悠岁月，物换星移，香港有好多嘅建筑物都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改变咗用途。数码技术可以将呢啲建筑重建，亦都可以将呢首《客家山歌》里面
打石工人的辛酸情感记录下来，成为香港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跟梯沙跳快打开浪来打开浪啊沙跳受沙浪快浪啊每次沙快就浪起水浪啊沙快惊水闪化害路。请在嚟紧星期日及星期四晚收听香港历史系列二电台版，同埋浏览以下网址。